诶，即位大家平安。咱啊，四道行传内底关系教会历史的祈祷讲了，因为特别讲属性。啊，我捌听人讲吼，讲吼，咱即卖教会吼，应该着爱转去新约时代的教会。然后回到使徒时代，转去到四道的时代，新约时代的教会，迄是上理想的教会。咱今日要看，迄、那个理想的教会到底是虾米款的教会？其中。圣经写上详细，就是哥林多的教会。啊，这间教会敢有理想？甲咱比起来，可能我想甲咱差不多啦。吼、哦，这是哥林多教会的迄个城，起码你若去 Greece 去希腊的时候，要有人去参观哦，留落来古迹、一挂石头、古早遐个足大间的厝吼。保罗捌伫遐建设这个哥林多教会。啊，哥林多教会吼。哦是保罗写的批内底第二段的，第一段的是罗马书，那是伊的毕业论文吼。第二段的啊，讲教会竟然讲了上详细，不过看起来拢是问题。啊，哥林多的所在是海口，哥林多是这个亚洲要去欧洲行海路的时会过迄个哥林多，因为哥林多是一个足细的一个一个呐 ，Isthmus， 顶头是希腊大地，下骹大，中间一个足细暗棍，所以迄个所在因拍一条运河，就免坐足远的所在，就安尼就会当过。所以是东边甲西边要做生意，拢有影过。希腊的顶头马其顿，甲下骹即个斯巴达吼，因要做生意嘛，都爱对迄个细细路桥过，所以迄叫做四通八达吼。啊，上好个海口的城，迄是西船的人上爱去的所在啊。就是纽约吼，今天来讲吼，咱来看这个影片叫做《金城春色》内底这条歌吼，这是1944年的迄个音乐剧，甲1949年啊拍做电影，内底有一条歌，就是纽约。
powers say, there's just one thing necessary in Manhattan. When you've got just one day, gotta pick up a date, maybe seven or eight on your way. In just one day, don't be on the money for now.格林德教会的情形是安尼吼，这是保罗第二届宣道的地图。伊对安提阿开始出发，啊，伊第一摆去报道回来了后，甲迄个巴拿巴两个人有一个无啥爽快的经验，就是这个马克半路段走去。啊，所以当因第二届要阁出去的时候，关于这个马克要安怎处理，两个意见无相。巴拿巴讲，虽然伊第一届表现无好，应该第二届阁有机会，所以伊就。对啊，马克是伊的表弟啦，吼，啊，佮等于伊的故乡，伊的故乡是古比罗，所以伊就为遮坐船去遮，保罗就买，伊讲，即、這个了时间，唔，佮佮再过啊，吼，所以伊经另外一个人，保罗就经西拉，所以因一队团变两队，保罗团爱行陆路，登去伊的故乡大苏，为大苏的所在，行到德比、罗斯德、佮伊格良，伫罗斯德，伊佮捡到一个少年的，迄、那个叫做提摩太。感觉这个少年呢会当栽培，所以就带提摩太啊，为遮开始行。啊，伊行到这个亚细亚这个小亚细亚 （Asia Minor） 吼，这卖 Turkey 这个所在要传福音，啊，敢那上帝无开迄个福音的门，啊，伊就行弗鲁加加勒泰这个所在地头，啊，那顺拢无机会传福音，啊，伊就想讲无来美西亚这个所在来看是毋是。上帝要好有机会，结果伊去到海墘，得了爱时，有望见一个人，迄、那个人是马其顿人，甲伊讲，你敢唔过来这边甲阮帮忙？啊，所以就讲讲，上帝既然无开门伫这个啊小亚细亚，互因传福音，因就从安尼过。所以这是咱的福音，为亚洲过去澳洲的第一拜，啊、是毋是啊？吼，因为只啊走过澳洲，啊，第一个城就是菲律宾。伊个所在有一个卖知识布的查某人，叫做莉迪亚，啊，就听到福音开始接受。第二个是用掠去关的是迄个过江的人，啊，往那接受。所以这是菲律宾教会。菲律宾教会开始的时是往那有真侪困难，总是所有保罗建立的教会，这间教会讲起来是上有贴心，对保罗支持，想持续、想继续的这间教会。哎、啊，为菲律宾尾也就走到帖撒罗尼迦。甲比利亚，因为帖撒罗尼迦甲比利亚的时，伊发现比利亚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较巧，因为因也要规扎经班，因对圣经较认真读，哎，就讲，哎，这个所在人，敢那比这个所在人较巧，啊，伊对这咧，人要过来这甲拍，犹太人就伫甲约，吼、哦，啊，要甲拍的是比利亚的兄弟姊妹，想安尼保罗叫用拍，真可怜，所以送伊坐船吼，坐来甲埃及、甲雅典，所以走海路。啊！伊甲提摩太留伫迄边处理代志了，叫因走六路过来遮甲伊相拄。啊！伫雅典真拍拼传福音，总是效果无好，因为雅典人真巧。雅典是属于古早迄个知识分子的所在，哲学真发达。啊，所以咧，伊传的敢若无啥物效果，伊就行到即个，这就是即个路桥吼。顶头是马其顿，下骹是即个斯巴达的所在吼。啊，哥林多多伫即个这边啊海，这边啊海都伫中间吼。就走到咱今日咧讲即个哥林多。这个海港城，来到这个哥林多的所在时吼，啊，住一年半久，啊，然后坐船到伊有所，马上等于凯撒利亚，因为收一挂奉献，迄阵啊听到耶路撒冷有饥荒吼，啊，教会真歹过，所以收一挂钱啊，紧送去，啊，送耶路撒冷了，伊佫转来，伊也无回安提阿，第三摆佫出来的时，伊佫去访问本来设的教会，最后到伊有所。伊也待两年三个月，就伫这个所在，伊听到讲这边教会出问题，所以伫这两年三个月中间，伊甲这间教会有一挂活动，啊，这个活动其中有咱圣经留两本，是就是按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啊，事实上你若注意看内底，还佫有两本咱无留落来，一本讲我以前写互恁的批。啊，后壁搁一张讲较严的批吼，这两张咱即摆唔知影里头，总是
知影讲保罗关心这间教会，甲这间教会有来，啊，这间教会嘛写批，甲保罗讲，阮有足多问题要安那，哦，所以因活动真济啦吼。啊，这是保罗到安提阿第一个去到遐，就爱食头路，啊，所以拄到一对翁仔某为迄、那个啊。对罗马去用挂出来吼，迄、那个皇帝甲犹太人拢赶走，啊，所以这个先生是阿古拉，太太是巴基拉，拢咧讲一旁布啦吼，啊，有人讲唔是讲是做陪啦，反正就是讲因咧进物件咧吼，咧做物件，啊，保罗嘛会晓做，所以保罗就去甲因做伙吼，拍工啦，去甲因做伙，所以当去趁淡薄生活费，所以保罗是大吉四方吼，作阵时间拢一边做伊个代志，啊，一边在传福音吼。所以咧，伊讲即尿病啦，吼、哦，即膀胱吼，啊，所以保罗甲因同业，甲因做伙住，啊，到安息日，伊就无做工，伊就去会堂内底去传福音，想要传予犹太人甲希利尼人。安尼因三个真拍拼，啊，保罗伫即个时间嘛，甲巴基拉、阿基拉，甲因传予变做基督徒，啊，了因变做教会真有力的一对夫妇吼、哦，啊，当。这个提摩太为啊顶头吼马其顿落来的时，可能有摕一挂菲律宾教会奉献，和保罗，所以保罗伊就感觉讲，啊我安尼 part time 咧团哦，安尼效果无好，哦伊就较认真，哦即马唔免家己拍工啊吼，已经有教会家己支援啊，伊就拍拼团，啊伊愈拍拼团，犹太人愈受气，所以犹太人就直直甲攻击，到尾啊保罗无法度，就安尼搬去外口，搬去会堂的隔壁。一个外国人叫做提多尤素多，伊去因家开始底下传福音，啊，因家都伫会堂的边啊，啊，结果七团八团的迄、那个管会堂的啊 ，Crispus 吼，基里斯伯转来信主，啊，所以个会堂只有个选另外一个执事，迄、那个执事都去信别个教啊，哈，都去信基督教啊，所以因个选另外一个，啊，迄、那个尾也去用拍，迄、那个叫做索提尼吼，啊，因为。因遮犹太人足受气，感觉保罗甲因乱吼，啊，佮甲因个人拢带过迄个新教嘛，啊，所以咧，当一个新的乡长来的时吼，即、這个叫做啊加流来上班的时，因就甲保罗抓起来，改革，啊，改革改攻击，啊，总是即个听听来讲啊，即都拢无犯法的，这是恁家己宗教的问题吼，所以就唔插，不起诉，咱无要处理。啊，这些人足受气的，总爱把迄个会堂、教会堂的抓起来拍。啊，尾啊吼，你看哥林多前书开始的时候，迄人全变基督徒吼，叫用拍，想讲干脆信耶稣好，我唔知啊吼。啊，但伊讲应该拍，迄、那个因什么人啊，即马咱嘛无清楚啦，就是伊是教会堂的第二任的吼。啊，为着不所落的代志去用拍。啊，第二就是伊怎安尼离开，去用告嘛吼。虽然迄个法官无甲判罪，怎安离开哥林多啊？一年半过了，到伊有所，到加萨利亚、亚罗萨令、安提阿尾啊，佮转来遮，伫即个时阵，伊写批哦，哥林多会教会啦吼。啊，伊写批互因，甲因讲，恁的性生活无好，恁的男女关系真乱，我有听到。因为其中有一个，我毋知是毋是教会当干，伊去娶因老爸的细姨做某。因为老百姓可能年纪足少年，甲伊个年纪就了先溜边去甲亚国个迄共款吼。啊，保罗讲即安尼乱伦啦，安尼袂使吼，所以因个男女个关系真乱啦。啊，你讲迄个城是足开放个吼，迄、那个城是海港城嘛吼。啊，所以保罗甲因讲，即第一张批吼，讲我以前捌写批互恁，甲恁讲唔通甲即款人来去。啊，结果因教会怎个误会怎个，所有那些话问题拢甲赶赶走，拢袂使你嘛吼。啊，教会怎个无人安尼吼？大家拢乱乱嘛，啊乱来拢赶出去啦。啊，所以保罗讲，我唔是迄个意思啦吼，我是讲你莫甲伊做好朋友，总是你嘛未使赶了了，赶了你教会都无人啊，无得，大家拢嘛乱乱在礼拜对哇吼。啊，所以保罗就搁咧个解释讲，啊，我的意思唔是安尼啦吼。所以可能写批咧交通吼，了解顶头有出入，因为安提阿诶，迄个哥林多教会内底吼，有一派是足保守的，就是娶某嘛是犯罪。啊，有一派是讲吼，咱已经耶稣来甲咱做洗清去啊。啊，所以话，古个将来这个身躯一定是得死去啊嘛，所以这都无关的。咱的心灵来得救就好啊，所以强调信心、心灵得救的。所以身躯迄将来剥袂着咱啊，无问题。所以迄安那拢无要紧。所以有一摆足自由的，啊一摆是足保守的，啊两个啊拼个足厉害安尼，啊都拢写尾去甲保罗斗吼。
啊，保罗就爱处理这个问题啦，吼、哦。啊，这就是属于较开放的啊，出问题，所以保罗甲因讲，啊，这个较严的就讲未使娶某，啊，所以保罗佫稍微讲，我的意思是会使娶某啦，卖乱就好啊啦，吼、哦。所以你也看出这两边的极端吼、哦，关于这个男女的关系，啊，这叫做前信吼、哦，这是第一张批。然后，那边教会有人过来有所的是叫做格莱士，就甲保罗报告讲哦，讲诶保罗啊，你设了一间教会哦，即卖咧冤家呢吼，所以这个冤家甲这无关，这个冤家是吼，教会内底有迄个叫做精精派，吼、哦，啊毛迄个叫做招瑞派，吼、哦，啊毛和牧师派吼、哦，啊就一人一派。啊，還有一派叫做基督派。我过来讲，因为教会有无同款的属灵的领袖在遐咧带领，啊，大家教了无啥共，所以有人讲这个讲较对，有人讲迄个讲较对，啊，这个较对，迄、那个都唔对。啊，教会伫这个神学顶头有真厉害的这个争执啦。讲哦，恁中间有纷争。然后哥林多嘛写批甲保罗讲，啊，阮有问题那边啦，所以。写来写去哦，轮到恁批，这个批咧讲就是讲哦，卖草帽上好。第一个保罗甲因讲，讲唔好乱来，啊，所以因就讲啊好，啊卖草就好啊吼。一条先耶稣咧甲学生讲啊，这个离婚吼、哦，无照常的意思好。学生讲，安尼卖草好啦。耶稣我唔是咧意思吼、哦，我是讲吼、哦，婚姻恁得爱好好经营吼，唔好胡乱来。哦，啊就讲，啊干脆不如卖草。因教会小可是安尼啦，所以有这个啊极端两个极端哦，啊所以这是。因下来的批就是咧回应保罗顶个迄张批，啊，所以保罗就爱去写批甲因解释。啊，伊无法度到尾，就爱派提摩太，讲啊，无你去看卖下咧，看有啥物代志吼，帮我处理啦吼、哦。因为保罗伊个基督另外有一个目标，伊爱等于耶路撒冷吼，所以派提摩太要去甲因看卖吼。伊、哦、讲我已经派提摩太到恁遐，伊是有忠心的，啊，伊会提醒恁，啊，无论啥物代志，你听伊讲个就对。所以伊今日这张批去，还无法度解决问题，所以派提摩太去。啊，这所提尼就是我讲迄个第二任的迄个犹太会堂的管会堂的吼，尾啊加流来是强派的啦吼。啊，即马变作是保罗的秘书吼，替伊写批啦吼。保罗也写不讲，我甲啥物人写不着讲。保罗念的，保罗可能目睭无好，无法度写批吼。啊，所以边有一个秘书，就替伊写批。所以伊那咧写，伊就讲我甲啥物人。这位写批，这索提尼帮保罗写批吼，啊，这是哥林多前书的背景，大概是安尼。啊，咱们来讲哥林多教会到底有啥物问题吼、哦？第一个就是冤家娘子，敢那囡仔拍篮球拍到尾啊，同阿起笑拍呢吼。你甲看，就是安尼啦吼，一个保罗党、亚波罗党、基华党，啊，搁一个基督党吼、哦，啊，所以教会内底足侪无同款的声啦吼。哦啊，过来就是这叫做乱糟糟吼，一哭伊啊，一哭伊啊，哭到咱唔知想是想个某，我啥无安尼吼。哦，我婚姻混乱啦吼。伊讲我有听到恁中间，那有人吼，甲伊个继母吼收来做某，佮会使安尼啦吼。佮到即款的经营，这是一间个人的教会经营吼。啊，过来就是小狗吼，啊，过去发现啦吼。朋友啊，走去换人，保罗讲啊，敢教会敢无法度处理这兄弟姊妹中间的问题，敢得爱一定爱去换人小过哦，这是因的问题。啊，过一个就是吼，别、哦、人咧行路啊，怎啊手甲扭了，互伊跋一跤安尼吼。啊，这就是你就讲拜拜嘛。啊，即马保罗甲因讲哦，讲这生命拢无算啥，咱的上帝上大，所以无论拜什么拢会使食。都是讲迄拜鬼安尼，嘿，敢会使食？啊，所以教会就产生这个问题吼。哦啊，我还记得我细汉的时候，啊，阮兜边啊拢庙嘛，啊，人若做酒的时候，阮的隔壁拢会捧物件来阮兜，伊知阮教会无个人做酒嘛。我还记得阮爸爸就是嘛是食的吼，伊信心真好，伊就安尼食吼，啊，佫叫我佫人摕米，你知？人摕盘啊，摕面来吼，啊，阮都要共囥一个米，人摕偌尖，佫来囥偌尖的米吼，然后佫戴红纸，佫戴只石头，我都佫捧米。旁等行人吼，即我囡仔印象啦吼，所以对我来讲，这不是问题，总是有一挂人吼，以前拜拜人伊会惊呢，讲去拜过神明的物件，敢贪吼，已经是属神明了嘛。啊，这是一个过去的宗教经验留落来，即马信主的是大家有无同款的解释？保罗讲，神学上
这个东西吃是对的，总是有人因为这样惊跋倒的时你就别吃，你减吃一块肉也不死、哦、所以很趣味、哦、你注意看这个阿舅事情不是对不对，事情是伤不伤人、哦、我就说清楚、哦、说你理论上来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吃，总是如果有人为了这样跋倒你敢要坚持你会对、哦、吃那块东西敢那么重要，这保留的普遍是在这里，不要为着你的坚持让人跋倒，他说如果吃东西让兄弟跋倒我就永远不要吃，免得让人跋倒，所以他较关心的是别人的跋倒，不是说这个什么对不对，这个什么对不对是一个事情，总是别人跋倒可是另外一个问题。再来就是哥林多教会是应该全世界属灵文书上多、哦啊、所以讨论这个熟人文书讨论很厉害，差不多我们在说灵文差不多都要去看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哦、什么文书什么文书什么文书他们都有啦、啊、结果文就乱糟糟、哦哎、眼睛跟手说我不用理，头跟脚说我不用理、哦、所以就是说大家文书不一样、啊、大家互相排斥，最后就是说他们感觉个话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保罗跟他们说如果是这样你们就是很可怜、哦、因为如果是没够我基督就没够我，基督如果没够我我们只有今生有五万，这样是最可怜，这是关于因关的心态也是有一些问题啦，这是个人的教会问题。所以我们来看、哦、这间教会有这个问题、啊、保罗现在要听基督要基督的内容是什么，他跟他们 说上帝给我们三个恩条，这是个人的前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说奉上帝的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跟兄弟所提的写批给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在基督耶稣里面加上蒙召做圣徒，上帝是信实的、啊、再来就是第九节，你们原来是给他所召谈到他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做会得有分、啊哦、他的英语叫做 fellowship、哦，所以在这段圣经第一节到第九节的中间三次说到蒙召，蒙召换句话说这是上帝的呼召，上帝的呼召。拜六暗时我们的青年叫我来跟他聚会，就问我说牧师你怎么不爱做医生要做牧师，他们的问题、啊、我的答复就是说这是呼召、哦、这是呼召的问题，啊、上帝呼召我们你敢有那个感觉、啊、什么款叫做呼召，第一个呼召就是让我们可以属在基督，就是跟他有分，这第一个生命有一个归属，第二个呼召就是让我们真做圣徒，就是进入去真正的学校，生命可以成熟有归属会当成绩，第三个呼召就是呼召咱来服侍，成做使徒，就是把福音传到别人的人，咱的生命会当有价值。所以对有归属，甲会当长大成绩，甲变做有当奉献，会当侍奉有价值。这是上帝给咱的三个上大的呼召。然后保罗伊第二节就开始安尼讲，讲我写批给恁是基督内面真圣。蒙召做圣徒，所有各所在求救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基督是因的主，也是咱的主。换句话讲，保罗伫遮要甲哥林多教会讲讲，恁唔是全世界干那恁是尔，还佫有足济所在的人，因也是蒙上帝呼召，因也是欢喜求救主的名，因就甲恁同款入去这个真圣学校。罗马书第十章十二节十三节安尼讲。犹太人甲希尼人无分别，正人有共一个主，伊也好款待一切求救伊的人，所以若求救主名的就要得救。所以哥林多教会嘛是共款，伊求救主的名，伊欢喜活伫主的内面，伊就入去这个真神学校。咱若常常甲主的话放伫心内，咱就是伫主的内面。啊，这是保罗甲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开始开宗明义就甲因讲讲吼，恁虽然。但你说你虽然对圣经很熟，你虽然温书也很多，你虽然上帝给你们很多温定信心也很坚定，
总是您爱阁继续不断求救主的名，在基督的内面，您才有法度成圣。伊讲我感谢上帝，想使您足济稳定 grace。我常常为着恁感谢我的上帝，上帝基督耶稣内面想使恁真济恩惠。伊伫罗马书嘛讲，为着恁众人的信德，我感谢上帝。我的感触，咱常常为着上帝想使我的恩惠感谢上帝。你捌为着上帝想使别人的恩惠感谢上帝？你想你的祈祷，你偌济摆是真正为心来讲，上帝感谢你，让某位人得到你的稳定，让某位人得到你的祝福，让某位人信用表现较足好，我为着因感谢你。我讲这款的感谢是第一个，你就要欣赏别人的优点，你才有法度感谢。安尼讲对无？你也要看出讲，咱教兄弟姊妹，某位人伊虽然有缺点，伊有问题，总是你看讲，伊伫这方面有咧长大，伊这方面有进步，咱就为上帝稳定伫迄个有问题的人的身上，咱献上感谢。这是保罗我讲的第二个功课，伊的祈祷是替别人，是替上帝伫因的顶头有稳定的感谢。因是足侪问题的人，安尼了解无？我头拄仔有讲，哥林多教是乱糟糟。总是一直乱糟糟的中间看出上帝给他们稳定，他就为这感谢。所以感谢是为着上帝稳定，不是为着他们一百点他们表现很好感谢，不是，是有上帝稳定在他们的心上给他们感谢。什么稳定？第一个，上帝给他们的口才很好，圣经很慢，在哥林多前书一章第五节，因为你在伊的内面，富足、口才、才捌，拢全备。因为圣神上帝恩膏，予咱会当有圣经的才捌，这是第一个感谢。第二个感谢，因的信心真坚定。第六节，先个第六节吼，我为着基督做的见证，就是福音，在恁的心内真坚固，所以因的信心真好。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讲，虽然恁伫真道顶头真坚固，总是我爱佮提醒恁一寡代志。啊，这个代志什么代志？你若有注意读彼得前书一章开始就讲吼，信心就爱加德行，德行就爱加财物，财物就爱加节制，节制就爱加忍耐，忍耐就爱加虔诚虔敬，虔敬就爱加疼兄弟的心，疼兄弟的心就爱加疼众人的心。安尼的信心才有效。有足多人信心真坚定，总是无想讲信心后壁还佫有一大堆的即个学习佮成长。啊，到尾啊，你来讲痛心啦。若无痛心，信心可能予人跋倒了滴。你信心坚定，可能有一挂误差会走出来。所以这是彼得讲的吼。啊，佮他等下我要讲讲哥林多教会嘛是即个问题啦。过来，温素真多。温素这是足好，总是温素，唔是要让你甲人比，唔是甲人垫，温素是要让你甲人服侍那点吼。伊讲恁温素无输人呢，啊，咱会当伫即个温素顶头来听候咱的主献的，所以伊嘛足肯定主要来吼，啊，要听候，总是彼得前书讲，得到的温素都爱做服侍，做好的管家。最后，保罗感谢上帝，是虽然因有问题。上帝给他们温素，总是上帝本身的保守因，直到主过来的日子。这是哥林多前书一章第八节，伊要坚固恁到底，予恁伫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通责备。我怎么解释这句？无通责备，唔是因无缺点，是因为耶稣已经甲因退休。咱来讲无通责备，像我这人一百点，唔是因足侪缺点，总是因为秘伫基督的内面。得到基督的稳定，啊！我要用的圣经在是伫遮，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自罪会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上帝称因作义，自罪会定因的罪，啊！这应该是罗马书吼。有基督耶稣已经死，对死过我，现在伫上帝的正边替咱祈祷。所以话句话讲，咱的无通责备，唔是咱的表现好，是因为上帝。看到耶稣基督替咱死过活，
甲咱称作伊，才无通责备。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啊祈祷，也是一个肯定吼、哦。我的结论伫遮：稳定中的危险，危险中的稳定吼。From perilous grace to perfecting grace， 啊，我咧准备这篇讲道的是感想真深吼。上帝，你若信伊，伊会先使你稳定，总是稳定开始拢真危险，因为咱的 abuse， 咱的滥用这个稳定，稳定会让咱跋倒。啊，有伫稳定顶头跋倒要安那？讲在恩典中坠落吼，因为上帝让你稳定，你就开始态度改变，你就开始无好用这个稳定。啊，结果坠落的是要安那？保罗讲需要上帝让咱更加大的稳定来赢过这个坠落。因为保罗甲因讲，恁来捌真专逼，恁的信心真坚固，恁的文素真丰富，这是上帝给因的。这三个拢真好，总是这三个拢给因扭曲 distortion， 拢给因滥用。所以因的财富是给因自高自大，激动三钱那点。因的信心坚固，所以因就从爱开始胡乱来。像我信心也坚定，我将来一定得救啊！吼。所以等到教会的性产也混乱，啊，性生活也混乱，因为温素真丰富，结果是互相排斥，啊，敬拜嘛乱糟糟，所以这是这个稳定带来的危险。啊，保罗伫这个内底替因祈祷讲，安尼，恁就爱耶稣基督，迄、那个伫十字架顶的条，佮恁改变吼，因为干那听心当做救人那点啦，栽培是无路用啦。在信心坚固顶头无够，咱还阁直直进步，进步到尾啥？爱有听见人的心，稳定阁较大，温数阁较大都无用。保罗讲最大的温数是听，对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以我若注意甲看的是，规个哥林多甲咱讲讲，稳定唔是好，总是稳定是危险。因为上帝想使你稳定，你可能会骄傲，你可能会。我凊彩，像我就伫稳定内面无问题啊吼，伊讲有恃无恐吼，反正我一定摕到天堂的绿卡吼，无问题啊，颠倒煞乱输来吼，啊有稳定啊，结果咧唔是去服侍哦，去互相摆脱，这拢是误用的结果。所以保罗讲，咱需要更加大的稳定，就是用耶稣基督的听来较赢过这个稳定带来的危险，咱阿头来祈祷。主，我感谢你，因为你伫圣经中间留了哥林多教会这两张批，足详细描写这间教会伫保罗辛苦建立的中间，因面对最多的问题，因为对上帝领受真多恩典，总是并无法度解决因的困难，所以保罗替因祈祷，我望主耶稣基督，你款的听会当帮助哥林多教会较赢过伫恩典中。所面对的对立甲危险，我来为着阮家己的教会祈祷。我相信和平教会也对上帝领受最多恩典，求你也保守阮，我阮无因为安尼来骄傲，无因为安尼来撒钱，我阮会晓学习伫一切恩典顶头抱着感谢的心，用疼心互相包容，互相三宽待，用这款更加大的恩典相赐予阮。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Amen.